AM 温伐蚊虫浸泡干燥助剂用法很简单，你也可以用吸浸干燥法。一，将三至五件成人衣物或五至八件儿童干净的衣物放入洗衣机，选择没有漂洗的单洗程序，选择30至40摄氏度，浸泡20至40分钟最好。二，加入20毫升 AM1， 单洗完成后更换为单脱水模式，脱水完成挂起晾干，千万不要再漂洗哦。